小心行事。大君主，他的勇士跟黑铁矮人一起努力拯救了铁炉堡。其他的矮人领袖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并发誓绝不再让恐惧或怀疑影响他们的判断。所以，是一位人类国王促成长期以来分裂的矮人部族再度统一。在彼此信任的前提下，三位矮人领袖们宣誓他们将全心全力为联盟效忠。同时，在奥格玛，大酋长卡尔洛斯地狱后派出了许多哥布林挖掘队伍到潘达利亚大陆上。他答应，只要能找到使潘达利亚充满如此黑暗强大能量的秘密，他便会赐予大量的金银财宝。令我惊讶的是，他派的人真的找到东西了，就在这个神圣的谷中。接下来会如何呢？哦，故事正在展开中。别急。说够了。感谢物理定律，你终于来了。我们在下面找到超大的东西，忽然岩石开始起身反击，让大家都抓狂了。这呀，真是亏本。拜托，阻止这一切。
临失败，主动防御矩阵已开启。我需要目标，我只是沉睡。Zack， 有什么事吗？